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小游戏啊，三根筷子拼个木字啊，讲。给他试试。哎，是不是木子？是。豪车开走啊！不是，你这着啥忙啊？拿走吧、啊、这车啊，你这不行，再赠你一个，这个变形金刚，这个拿我当小孩呢？我就要这车，我要这车。大姨，哎，大姨，哎，不是小伙子啊，阿姨告诉你一句，以后没宝的事儿咱就别行骗了啊。大姨，哎呦我的妈，你这咋整？你这回去我咋跟我媳妇交代呀？大姨，啊，你这不行，再赠你一个，这个变形金刚，这个这是。